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欣盈。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绍的呢，是位置于在巴勒巴区的一所非常低密度的公寓。这个低密度公寓呢，是由我们本地非常著名的发展商的其中一个项目。这个低密度公寓呢，它总共有两个大窝，一个大窝呢有205间，两栋加起来只有410间，一层呢有7个单位。它有总共有两种格局，千一方尺和千二方尺。我们这个低密度公寓呢，它是属于 mixed development 型的，就是我们下面是有3层的建物，卡巴呢是到第5楼，我们的 facility 是在第6楼，我们总共有27种设施，可是我们的管理费呢不超过200块。Residential unit 呢是从7楼到35楼，我们每个单位呢会附送2个 parking lot。这个呢就是我们千二方尺的格局。我们千二方尺的格局呢是非常特别，原因是因为它是双钥匙的 concept。在我的右手边呢会是我们的 studio unit， 而我的左手边会是另外一个空间。首先先带大家看我们的 studio unit 是长这样子的。这个 studio unit 呢，它总共有3个好处。第一呢，就是你可以打造专属你自己的 master bedroom， 或者是你可以把它打造成你专属的一个书房，又或者是你家里有老人家来探望你的时候呢，这里是你的独特的客房。看如此宽阔的一个空间呢，可以给我们放下一张 king size 双人床之外呢，还有地方可以给我们放我们的书桌、衣橱，还有我们的电视柜。看完了 studio unit 之后呢，就带大家看我们的另外一个部分。我们的厨房呢是采用 L shape 的设计理念，所以它的空间呢是非常的宽阔的。我们千二方尺的格局呢，总共有3个房间和3个厕所，所以在我身后呢，就是2个房间和2个厕所。我们这个低密度公寓呢，它的价钱呢是从584千起。在这段期间呢，我们会附送整个 unit 的地砖，它的 size 呢是2×2，非常的大片。另外，我们还会附送 grill door 和 grill yard 在你的大门还有你的 yard area。我们包律师费，包你的 MOD stamp duty， 而且我们还有 HOC 的 baggage。如果你有头期的问题呢，我们还会给你意外的惊喜哦。你想了解更多呢，欢迎点击以上的连接，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。我们在showroom见，拜拜。